微微，欢迎来到这里说事儿。最近几个月以来啊，大家注意到没有，消费市场是特别的疲软，尤其是汽车市场啊。前些日子我们还跟大家聊，四月份的时候，我国汽车销量是近乎于腰斩的。圈个有用，汽车销量确实没办法。三四月份以来，全国多个城市遭遇到了本土疫情啊，整个城市都被按下了暂停键，这个工厂也停工了，大家也足不出户了，那自然对于汽车的消费是大大减少了，包括甚至有很多大型的整车制造厂，人家都停工了很长一段时间。但是以前咱们有句话啊，叫潮水退却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。越是这个经济形势不好，消费低迷的时候呢，哎，不同汽车厂商实际上也是不一样的。有的汽车厂商即便在逆境之时，人家的销量有可能还有增长，而有的汽车厂商那真是消费越低迷，他们的销售数据越拉垮。比如说韩系车，曾几何时啊，我记得大概在十多年前吧，韩系车卖的还是非常好的，甚至有的城市人家所有的出租车都必须是韩系车。韩系车有什么特点呢？哎，外观还是比较时尚的，但是售价相对是比较便宜的。众所周知，咱们消费者买车啊，曾经大概有三个方面的选择：进口车、合资车和国产车。进口车嘛，就是一般是比较高端的整车进口，而合资车呢，是国外品牌和我国厂商合资在国内生产的，虽然它也是地地道道的国产车，但是人家毕竟挂上了个洋标志，它也是洋品牌。再就是彻底的我国本土车企的自主品牌的车辆了。倒退十年啊，大多数消费者还是愿意选这个合资车的。为什么呢？进口车它固然好啊，但是它价格高啊，一般人买不起，它性价比比较低。而国产车那个时候相对而言还不是很成熟，大家感觉到啊，你如果图便宜买了个国产车，有可能三天五天就得修一次，所以相对而言，合资车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选择。而合资车中呢，有这个德系车、美系车、日系车、韩系车。韩系车为什么能迅速的抢占一大块市场呢？主要原因就是外观设计够时尚，而相对而言价格够便宜。韩系车在所有合资车中啊，咱这么讲，几乎是价格最便宜的，所以相对而言消费者觉得这个性价比最高，因此韩系车斩获了非常大的市场份额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韩系车近些年来在我国是越卖越拉垮了，哎，颇有点像当年的三星手机。要知道十年之前，三星手机大概占有超过20%的中国手机市场份额啊，在众多手机品牌中排名是第一的。然而这两年来，咱们还能看得到三星手机吗？是，每当这个三星新品上线的时候，人家或多或少的是会做一波广告宣传的，但是迅速的就被消费者遗忘了。今天三星手机的市场份额连1%都没有，远远的被一众我国国产本土品牌甩在了后面。而今天的韩系汽车很有可能正在步三星的后尘。最高峰的时候，韩系车占有7%-8%的中国汽车市场份额，这就不低了。要知道我国汽车市场几乎云集了全球所有汽车品牌啊，美系、法系、德系、日系，哪一家不比这个韩系车的这个资本雄厚、历史悠久？在这样群雄逐鹿的状态下，韩系车能拿到7%-8%的市场份额已经相当不容易了。而到了今年，尤其到了上个月，韩系车已经可怜的连2%的市场份额都没有了。假以时日，韩系车马上恐怕就要归于到其他那个门类，不能单独在统计数字上占一行了。而且因为销售不畅，韩系车在我国的多个工厂严重的开工不足啊。以往我们在聊特斯拉的时候，特斯拉是从来不缺订单的，制约特斯拉发展的唯一问题就是它的产能问题，它生产不了那么多消费者需要的车。所以对于特斯拉而言，它只要尽力的多开几个超级工厂，它的销售就可以迅速上去，然后它可以赚到更多的钱。可是韩系车不是这样啊！据相关人士统计啊，韩系车的各大工厂在我国的总体开工率连20%都不足。什么意思？有可能你一年本来设计产能是100万辆，但是你一年由于啊连20万辆都卖不出去，所以你开工是非常不足的。以至于啊，有的韩系车厂早就把自己的某个整车生产线卖给其他品牌了，今年又有可能关停若干生产线。也就是说，
在并不遥远的未来，韩系车有可能步三星手机的后尘，彻底失掉整个中国市场吗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其实原因也不难猜，因为韩系车最早就是打着性价比进来的。哎，我拥有比日本车还时尚的外观，我这个车做的可能跟日本车一样的结实耐用，但是我的售价比日本车要便宜，因为我这个品牌价值可能没有日本车高嘛。当然了，日本车当年在抢占北美市场之时使的也是这条路啊，我这个车比美国车皮实耐用啊，但是我的价格比美国车便宜，所以我抢占了美国市场。然而在中国市场不一样的是，近些年来本土车企不断发力，本土品牌变得越来越强势，以至于抢下了韩系车的空间。当然对于那些非常看重性价比的消费者而言，大家对于价格是很敏感的。以前不选国产车不是因为国产车不够便宜，而是因为它不够好用。现在国产车做的和合资品牌一样好用了，价格还便宜，那当然要选国产车了。尤其是近些年来我国在电动车领域已经弯道超车了，一众国产车品牌推出了大量的电动车，更是抢占了燃油车的市场。而韩系车虽然也有自己的电动车，但是很显然在电动车这一块上它不太具有竞争力，这使得韩系车的竞争能力是越来越弱了。当然很多人甚至盘算再过5年到10年日系车也将步韩系车的后尘，因为很显然到目前为止日系车手中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电动车来。就像以往我们说的那样，当我国经济强势崛起之后，我们肯定不会只满足于本土的市场，我们的家电会走出去，我们的手机会走出去，我们的汽车同样会走出去。截止到去年年底，我国实际上的汽车出口量已经超过韩国了。未来当我们的汽车走入到全球市场，我们首先将会和谁竞争呢？当然会和韩系车竞争了。所以说韩系车在我国市场的全面溃败，这恐怕是一个开始，因为未来我们和韩系车的竞争战场，那不是国内，而是国外呀。